淨係好簡單。我講三樣嘢，呢度已經唔適合做。係，比華太得啦。呢度全部老人家、小朋友、幼稚園，前面對起老人院，你點會攞依啲地方嚟做隔離地方？第二，大家齊上。好。西後面已經係林村，嗰邊係白鄉，空山都係野豬、馬騮、狗，係咪俾佢哋帶曬滾周圍走 ？OK。呢度要人入咗去住啦，係咪怕人哋走？冇錯。OK。講得好啊，呢位街坊，因為佢都表態係真係有諗過噶，啲野豬啊嗰啲。你唔係求鳩其走出去就話唔俾人住？你話醫生護士，我哋睇下我哋香港人，大家係醫人嘅冇所謂，而家個個喺香港發達嘅都係武漢人，憑乜嘢俾佢住？林小波同鄭同鄭離婚。我唔肯都叫佢林鄭月娥，叫濟娥就啱啦。呢、這個就係啊，玩我玩啊，大過群啊，大過群。林小波一個數學教授，堂堂正正，點解要繼續留住林鄭月娥呢條友？離婚啦！好啦，呢、這個錯喺你屌鳩噶啦嘛！誒，表下態啦。我帶佢嗰單供税局住咗七個 PTU， 中華閣住咗三個 PTU， 係咪就係連埋嚇？話明出嗰三幾個差佬幫林鄭你將啲菌周圍帶到唔同警署，你把差佬自己用腦諗下，係咪想你自己手中帶攞埋啲菌入去 ？OK， 呢位街坊都表態，附近好多警察住喺度嘅，係啦，即係唔好再搞香港人啦，林鄭。特首在去出了外国，出了去访问，讲乜讲乜？有冇个电话翻嚟关心过香港？翻到嚟先开几个钟头会议。系啊，澳门啊，我一成啊讲啲一成人啊都斩钉截铁喂，讲呢样嘢。系人系鬼啊！你喺瑞士开会啊，你都打个电话翻嚟关心下香港发生咁嘅事，应该指令香港政府边个部门去处理啲问题。你要揸緊去做先得噶，翻嚟開三個鐘頭會，嗰啲會不如將啲時間將嚟嗱嗱聲去處理香港嘅事啦。係啊，你講講係冇用嘅。不好意思啊，行啊，如果你堵住出面條路就應該落嚟啦。希望你哋表下態多啲支持啊，街坊咯。